大家好，我现在跟各位介绍如何用 PowerPoint 做那个相片的 MV。 好，那我们首先去打开档案管理员，然后我们去把相片在现在桌面建立一个资料夹，然后把相片到桌面然后把相片全部集中在一个资料夹里面，那集中在这个资料夹里面，你去把它编号。好，像第一张就是 A001 A002 A003 A004 你看要第几张放在第几个。那一个影像专题最好是12张以内，12张。然后 B001 到 B12，那 C001 到 C12， 那我准备做三个小专题。好，那这样就把它拍好，相片把它拍好。好，拍好。这些相片是经过你用 Photoshop 调过啦齁。但是已经经过修图修过的图。好，那我们只是想把它做成影片。好，再来去下载音乐。那下载音乐你可以下载一些免费音乐，像这个是在 Purple Planet， 就是紫色地球里面下载的免费 free 的音乐，我们听看看哈，听看看哈，这是下载的 free 的音乐，好，下载，好，这是 free 下载的免费音乐，你可以到那边下载。那你有些免费的音乐在 YouTube 里面，你也可以下载，那自己去下载音乐下载。好，那下载好了，那我们就可以。有这些相片有音乐那相片已经排好顺序了， A001 到 C012 总共有12×3总共有36张的相片。那我们现在开始来做成影片。好，用 PowerPoint 来做成影片。好，那我们就在我们的 Window 里面去打开我们的PowerPoint， 那我用的是 PowerPoint 2010。好，那我们就是打开这样的 PowerPoint。那首先呢，这个 PowerPoint 里面有一个叫做第三个叫插入。插入里面有一个相簿。相簿里面我们选新增相簿。好，那新增相簿以后我们要插入图片，我们选由此插入图片，图片磁档案磁碟片，好，我们选它，选它以后，我们就到我们刚才放的那里，我们放在桌面里面的图片里面，就是影片制作里面，在桌面的影片制作里面，然后我们就按 Ctrl A 全选。把这个相片36张都把它选进来，按插入，好，进来了，就说哦，有没有看到1 1 2 3 4 6 7 8 9 10，好，36这张是反向的，那我们可以旋转把它转正。好，看一下每一张，看一下好像有两张，这张也是把它反正过来，有反的我们就把它转正了。好，那就全部弄好了，弄好了以后我们就按建立。好，建立了。那很快就建立好。这是非常快的一个方法，可以把相片放到我的 PowerPoint 里面来。PowerPoint。其实用 PowerPoint 做相片 VB, 那个绘声绘影或威力导演好用多了齁。你看都全部这样放进来齁。那你怎么检视你放进来的？它这边第一个是单张投影片的标准模式，第二个是你看右下角这标准模式，在投影片浏览，然后再来是投影片放映。好，那第二个是投影片浏览，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36张放进来的投影片的样子，有没有到36连页数刚好37。那这些影片你想要调换位置，好，你想要换位置，那你就可以这样子换位置，把它拉过来就好。你想要换第几张，换到哪里，就可以换位置哦，稍微换位置哦，好，换位置，这样子吧，换位置。好，那我们
每一个位置里面都要一个标题。好，那这边要一个标题，那你这边要一个标题嘛，好，那我们就可以常用里面新增投影片。好，那我们就增加一个空白的投影片，好，空白的投影片把它加进来，好，空白的投影片，好，空白的标题。那这个标题我们可以一起做了，好，然后最后这边一个增加一个空白投影片，好，在它的第一章里面增加一个空白投影片，好，空白，好，那我们这样可以做那个，那我们可以再做小一点的，看有没有，看小一点，好，那我们这样就十二章，好，一个 group， 好，到第二个，好，十二章一个 group， 再来第十二章一个 group， 那我们这样就排好了，好，那排好以后我们就开始要来做了，好，那这排好以后我们就开始来做，我们先做什么呢？我们先做音乐，好，那我们这边有个插入，在第一章要选第一章，因为我们的音乐呢，我们放它回来好了，我们放到第一章，这第一章里面我们是要放音乐的，好，要放音乐的，哦，好，放音乐我们就把它先把它放进来，插入音讯，那有的是声音哈，档案音讯，那我们就全部放在我们这个制作影片这个资料桌面的制作影片这个资料夹，好，那我们就把我们这个音乐放进来，按插入，好，插入，那播看看，好，哦，有，好，音乐就放进来了，好，那我们把它移到适当的位置这边，那音乐里面我们选音乐以后就会出现一个音讯工具音乐，那要点它才会出现，哦，点它才会出现，音讯工具里面有个播放里面我们就选要怎么放映，那我们选什么呢，这边点一下右边这个三角形，跨投影片投放，放映时隐藏，啊，循环播放，播放后倒带，都打勾，音量呢看高中低，那我们音量中就好了，好吧，中音量中，好，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音量放音讯放进来，哦，音讯放进来，哦，放进来就放进来了，好，那我们这样就可以做播放的动作了，好，这样就音乐了，那音乐我们再来，我进来要用投影片投放，那投影片投放在切换这里，那有的2013以上版本它是用2017或是2019，都是这个叫做那个，叫换页或是什么动那个转场，哦，转场，有我们有2010叫切换，2013以上叫切那个转场，好，那我们选这个切换或是转场切换，那这边有很多的转场可以用，好，那我们就选一个很好用的转场，很转场，那我就选那个立体好了，立方体，它就要做转场，有看到吗？转场，好，那我们选好转场以后，我们这边可以选特化效，从上面或下面都可以，哦，从左边右边都可以，这边再来选一个时间，就是静音啊，不要出现会咔嚓，也不好听，对吧？因为我们只要目的是要看相片嘛。好，那这边选全部套用，全部每一张都这样转。那你说转全部完了，别张要换也可以啊，哦，好，像我第一张已经有了，那我第二张要换，不要那样子，我换方块，可以啊，哦，好，第二张换换，第一张是立体，第二张换，第三张，哦，用摩天轮。好，也可以吗？可以哦，就是你每一张你也可以再另外设不一样，但是全部都是设一样，再来个别再来分别来设。好，那再来投影片的换页，不要按滑鼠，不要取消打勾，每隔啊一张看三秒钟就好，一张看三秒钟，可以哦，一张看三秒钟，全部套用。那我就这一张，好，那我这一张想要看久一点，那我就选啊四秒啊，可以吗？可以，那就选四秒。好，那这样其实就很简单，这样就完成了，那你就可以开始来播放了。播放就是按这一个，或是按 F5， 按投影片播放右下角有看到播放，或是按 F5 就可以播放。播放一次给你们看，好，有没有？播放 ，OK。
好，或是这是在播放有吧？好，那我们也可以回到第一页。好，我们来再看一次哦，按 F5 播放。好，音乐了出来了、哦。好，好，换页。好，换页啊，很方便，对不对？那做 PowerPoint 就做，我有发现这是比那个会声会影或是很快。好，那这样做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做好了，这个就这样就可以了哦。那完成了、哦、那我们这个是这个叫做第一个，我们叫做这个叫做我的时尚摄影啊、哦，时尚摄影啊、哦，这个是我的那个相簿了哈、哦，这个是我们可以做什么？第一个是时尚摄影，时啊尚啊摄影摄影好 OK 时尚摄影啊时尚摄影，你可以。可以作为时尚摄影啊，时尚摄影。时尚啊，一直打错。时尚摄影啊，时尚摄影。好 ，OK， 好，那我这个就。不要很好，这个是那个那你可以打上那个影像制作、影片制作好，那你就可以这样打。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时尚摄影的字我们要怎么做呢？好，这个标题我们的字大小是在这个常用这边，常用第二个点它常用，那我们可以设定大小，设定字型，可以设定大一点哈，大一点，大一点，好，大一点，好，那我们设定80好了，那我们设定红色字，那我们要设定这一字以外，我们要设一些有阴影啊，或是那个，我们就选格式里面的文字效果，我们可以选反射，反射，好，也可以选什么，也可以选阴影，阴影。好，选这样比较好看，对不对？那影片制作，那我们就可以另外选。好，一样选那个文字，好，你喜欢什么字就字。然后选什么一样的格式啊，文字效果。好，那这次我们可以选立体，有看到立体，立体，好，立体，或是糊涂也可以，立体，糊涂比较看不出来了，糊涂比较看不出来。好，那我们来选阴影。大阴影，好阴影，好阴影，好，可以吗？阴影，影片制作阴影。好，那我们这个做好以后，我希望能够放一张图片上来，那我们就按插入图片，那我们就找一张图片，找一张，好，这一张图片，找一张我喜欢的图片，好，找一张这时尚摄影，你可以找入一张图片，好，这张图片你可以把它缩小一点，缩小，放在左边这里。那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图片里面的要放的样子，哎，这样还蛮好看的哈、哦。选择它，你可以选图样，你也可以选这样子，嗯，选这样子也不错，哦，选这样不错，好，那选这样不错，看、啊、看你喜欢的样子，其实这样也不错，哦，时尚摄影这样也不错啦，你自己喜欢哈。那你也可以裁剪，你要把它剪下，剪小一点，那就把它剪小一点哈。看，先小一点，好，可以吗？好，可以哦，那你就按一下就好了，好，它就变成正方形的在这边。好，那你要移到最下面一层，就按下移，移到最后一层，好，那字就会在上面，好，你可以把它放大一点，那个字在下面也可以啊、哦。好，那这个图案你想要变样式，这边也可以校正，哦，选你喜欢的样子，黑一点，色彩，哦，你可以选。一张你比较喜欢的色彩哈，当然是尽量不要跟它跟一样，跟那台图片一样就没有什么好看头啊，所以你就选一个你喜欢的颜色哈，颜色哈，那我选紫色好了，好，那我再来选美术效果，那我美术效果我想要把它变成雾雾的这样子，好，美术效果你可以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美术效果，像笔画啊。啊、哦，选还有其他选项，
看一下，没有了，好，完毕。那我再选美术效果啊，这一张好了，画画的。好，那你可以把它选淡一点，啊，淡一点，不要那么黑，可以吗？好，可以哈。好，那我们就做好了美术效果，美术效果。好，这一张我们就做好了。那做好以后，我们可以来做什么事情？我们可以来做一些动画。好，那我们选文字动画开始，从文字我们点它才是选到。那文字的动画怎么做呢？选动画，那这个就可以动画，我们就可以选哦，往下选。那我们可以选跷跷板，动好跷跷板。那其他动跷跷板你可以要按，一定要按前 JC 前动作 ，JC 前动作。好，再来第二个相片，好相片我们就可以用什么？好，不要回路就旋转。好，那我们就按什么呢？用。脉冲也不错啦，脉冲，好看一下脉冲，好 JC 前动作，我看嘛，没有很好的动作，好，那我们就把它换一个，给我们的相片，除了旋转以外，我们还可以，放大也不错，放大缩小，有没有？好，放大，实际上是放大也不错，好，再来是影片制作，影片制作。那这个记得要一定要接续前动作啊，在影片制作啊，影片制作我们做个滚轮，好 ，OK， 影片制作好，这样子增加了这个一样，影片制作也要这样，影片制作也要接续前动作啊，接续前动作，接续啊，这个没有可以选，好，那我们要做好了，我们再播一次看看啊，播一次看看 ，F。对不对？我们就已经做好了、哦、这个影像的动作，我们就已经做好。它换过来一点，因为就中间好像缺一点点，没有东西，这样好像很奇怪，很奇怪哦。那我们这个就可以不要放那么正，我放到右边来也可以哦，放到右边左边上面，好，这样就比较均衡一点。好，相片制作，好像影片制作没有写名字，好，那就打上我的名字，好，姚志成，好 ，OK。那就打上我的名字，好，那这样子比较均匀一点、啊、不会那么唐突。好 ，OK， 那做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了。那即使我有几张目录，那我的目录可以这样做，按插入，插入哦，插入，插入一个什么？插入一常用里面有一个新增投影片，那新增投影片我可以选这个第二个物件，标题及物件。好，那我们第一个是我们的目录。目录哦，你可以做目录。好，那第二个我们可以增加，第一个是时尚摄影。好，啊，第二个是那个，摄影那个，你看一下这个第二个是花艺摄影，第二个花艺摄影。好，第三个是。那个人物摄影，好，那这样就完成了。好，那这个人物摄影一样，这个字把它选大一点，我们给它选的广告体80，好80。那这个字我们把它选60，好，那我们都给它放到中间来，然后放到中间，或是字中对齐也可以。好，目录的部分我们给它用红色的格式，里面有效果啊，一样有光晕。好 ，OK， 光晕，好，一样有光晕。好，这个字的话，我们给它时尚摄影，文字效果给它有一点点阴影啊，阴影太不好看。好，那我们就给它选那个光阴影，阴影，然后一点，好，就这样子哦，好。那字体一样，常用里面的，好，金色字体，好，可以，那我们把它移下来一点。好，这个字体设好以后，好，这样子设好。那这个一样，我们可以设动画，动画里面我们可以选，它可以汇入，啊，汇入也不错，啊，汇入，啊，不，啊，汇入，那汇入从哪边汇入？从左边也可以。哎呦，那随机也不错，哈，随机的不错，随机，啊，随机，好 ，OK。
好，可以吗？随机。那这个影像里面，这个我们可以选哦，影像随机里面的一段落啊，一段落。好，好，你看，这样就一二三。那我们要接续全动作，时间差不多七。好 ，OK， 那这样子，接续全动作，那这个把它拉下来一点点。好，目录好，这样就完成。这个也把它拉下来一点点，拉下来，那把它排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投放。好，那一二，影片制作啊，目录是三摄影、八一摄影、六摄影，好，这样就完成了。好，那这样就是大功告成了。好，那中间如果你要加旁白，就自己加，加旁白。好，那其他的你就自己做，像那个一这空白这个我们还没做嘛，我们就那不，那你就可以，那你这样就可以存档了哦，就存档了。好，那你要修剪，好，那我先把这个影片，这样就可以修剪了。如果不要，你就可以把这个投影片。好，那我们先做第一章就好了，十二章，我们先把这个吉娜杀掉。好了，那最后一章就谢谢观赏，好，观赏。好，那我们就先把这个放在幕，那。时尚摄影，那我们可以就可以存档档案，好、哦，存储档案，好、哦，存储档案叫做存成 PTS 档，好、哦，这个是我的影片，这是我的摄影专辑，然后的摄影专辑，好、哦，专辑，好、哦，可以，摄影专辑啊、哦，你就可以这样做存档，好，存档存到我们的桌面里面的刚才那个资料，记者想把东西放在同一个资料夹，这样。这样比较不会说找不到啊，或是什么，那我们就同放在同一个资料夹。好，那影片输出的话就是什么？另存新档，存成什么呢？下面这个 PowerPoint 的简报的类型这边选 WMV， 这个 Windows Media Video 哈、哦，这 WMV 这个档案，好有 WMV， 那我们把存档好。它就会输出了，但是存的时间会比较久。你看，它在跑会有一点点时间呢、啊，有一点时间，那就完成了，有一点点时间哈，有一点时间。那我们来看一下，差不多要个三四分钟，应该要看电脑里的速度了。哎，对，看一下电脑里的速度。好，那我们来看之前做过的。影片啊，你也可以这样看。好，那我们到我们资料夹播一次之前做今天做的影片，我看一下。好，这个专辑，好，点两下那个播放。好，你可以好，对对。好，不是这个，这个相片这个。好，我们播放了、啊，播放。好，你看一下。好，这个就是大概那片头没有，下一个再有。等一下我们存完了，我们再播一次看看啊。好，存还没存完，好，可能要几分钟了啊，快几分钟。那存完以后我们做，那我们的影像录音可以自己用录了哈、哦。那个你录音的系统，你可以到我们一个网站。好，我现在刚好在录影，在存档的时间，我介绍几个网站。好，记得我们到这边介绍的第一个网站叫Purple Plant Purple Plant 好，那 Plant 有一个这个声音乐，它是免费的，你可以下载啊、哦，免费下载，免费音乐的可以下载啊、哦，这边可以下载免费音乐，它很多免费音乐你可以听哈。哦，那你也可以购买了哈。那如果是免费，你就在这边免费 free 的 download 有吗？啊，你可以听看看。好，免费的音乐还不错了哈。啊，你要 download 就 download。好，可以。那第二个是要跟你们介绍的，这是第一个音乐可以 download 了哈，音乐可以 download 下来，可以哈，可以在这边 download 音乐了。哦，可以 download 音乐。好，那你再可以，你上传到 YouTube， 你也可以上传到 YouTube， 上传影片。
上传影片要到哪里上传？你到你的 YouTube 里面，你就可以用利用影片，这边有一个那个影片哦，你这边可以加影片，有看加影片，上传影片哦，每个人都有一个频道，那你就可以把自己影片上传哦，加上传影片，这样也可以，就可以把影片上传。然后只要设私人或者不公开，那就可以看了哦。好，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影片了哈，影片设定。那我看存档存好没有？好，已经快存好了，存好了，存档是这个影片。好，存好了，存好以后我们就可以到我们刚才桌面里面这个档案页嘛，专辑摇这成相片，然后这个专辑，那我们点两下，播一次刚才我们刚才做的。好，来做好目录时尚摄影，人物摄影，好，时尚摄影，这个是相片是网络的，不是我没有拍这个，好，我有自己那个，好 ，OK， 好，那就打，这样就可以把影片做好，把它做好，不要播放，好，你们试试看看哦，试试看看这怎么把它完成，好 ，OK。